Hello，Hello，好忙呀！没想到自己和一个组合分到一组，所以现在压力很大。而且他们长得一个很帅，一个很可爱。哎呦不错，这个时候来了2000个围观者！我的妈呀，有人晕倒了！虽然我长得也很帅很可爱，但还是我感觉他们比较强一点。我老婆她最讨厌我娘娘腔了。这段作品我不是特别的看好，我觉得戏剧冲突不够。就是真的你什么都不会，你要演不出来那份尴尬，这些东西就都不成立了。我按常理出牌，我的笑点都是一些很突然的，或者是源自我本身的一些搞笑的点。走，哎呀，快点，哎呀，老板，我真的办不到呀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办得到也得办，办不到也得办。老板，我怎么说也是个纯爷们儿。再说我老婆是最讨厌娘娘腔的了，如果她知道我跳肚皮舞的话，那我就死定了。我就是个打扫卫生的，我只会拖地啊、擦窗户、倒垃圾什么的，我怎么可能会跳什么肚皮舞嘛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给我必须跳。来，老板，学员们都过来，来。哎呀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专门从印度请来的肚皮舞老师，他叫咖喱加伟小姐。来，跟大家打声招呼来。印度话说。印度话啊，萨拉嘿哟。老板，他是印度人吗？100%是啊。那个啊，我有点事儿，先走了，你们上课吧。就顶住。萨拉嘿哟。老师，您会说中文吗？哦，我中文很好的，咖喱给给的吧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来开始今天的舞蹈课吧。आँखें खुली हो या हो बंद找谁啊？我找我老公，下班了还没回家，我就有点着急了。哦，这位女士，我们在上课呢，你可以回家找你老公吗？哎，我听你声怎么觉得耳熟啊？哦，不可能的，我刚从印度飞到中国，怎么可能认识你呢？哦，那我可能听错了。那我在这等他吧，正好跟你们一起上瑜伽课。好吧。来，同学们，咱们开始上今天的课了。第一个动作跳什么好呢？拖地。什么？是拖地。第二个做擦窗户。擦完窗户做什么呢？拖抹布。来，学生们一起做，拖地，擦窗户，擦完窗户做什么？嘿，拖抹布。5678，拖地，擦窗户，擦完窗户做什么？拖抹布。嘿，老婆你做的特别好呀，拖抹布。好啊，你盛家伟，你在这装神弄鬼，你干什么呢？哎呦，老婆，你听我解释吗？解释什么？老板呢？让他出来！什么回事？大吵大嚷的，盛家伟，老婆，你能不能干了？不能干，给我走人！盛家伟，你想不想过了？不想过，赶紧离婚！给我走人！离婚！走！停！我受够了！我怎么说也是个纯爷们，要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还有你老板，我要感谢你，是你让我爱上了跳肚皮舞的感觉。所以我决定我要辞职，我不干了，我要去开一家自己的舞蹈教室，自己当老板。老公，你发火的样子好闷呢。走，回家开舞蹈教室去。走，拖地呀，擦窗户呀，擦窗户。